毒性精纯，味道独特，是你自己提炼的。是啊，你也是来抓我的吗？有人在抓你。你能帮我吗？萍水相逢，我为什么要冒着危险搭救你啊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公子神仙一样的人，又生得这么俊俏。 肯定心地善良，我现在迷路了，又不能回去，还请公子指条明路。你嘴倒是挺甜的。好，那本公子给你指条明路吧。看到这条路了吗？嗯。一直走下去。多谢。